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你快回去吧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也有个照应，你说是不是？真的不用，我可以的。快回去吧。 你打算从哪儿找？线上。我想，他们再怎么走，也得回去县城。咱俩想一块儿。我是让你回去，别。 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要不，还是先去派出所吧。行，先去派出所。这边。这两天啊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啊，对啊，我们一定会积极的配合警察同志，一定把这个人找到啊。找到以后，我一定尽快给你们联系。 记得打110。啊，谢谢啊！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谢谢，不用客气啊！我们走了啊！好好好，慢走，慢走。好。好。全是这样有吗？舒适一下。啊，我们俩不是两口子，不能住一间。吴英，你住房间，我住走廊上。我看这走廊挺宽的。那行啊，住走廊多冷啊。没事。 就这么定了，同志，给我们开一间房。行。哎，这帮孩子凑在一块儿还玩的挺开心的。小孩们哪知道犯愁啊！要是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还能玩得起来？ 嘀咕什么呀？和肖妹子不也拿钱了？没像你那样。那再说了，胡英不都去找了吗？哪儿那么容易找啊？这万一就是找不回来怎么办呢？胡英都说了，找不回来他还。那胡英对我那么好，我哪有脸要啊？那也得要。 那要不要，也得到时候看。大家伙要是都要了哈，那咱们也要；那要是都不要，咱们要是要也不好了。<笑>什么要不要的呀？哎呀，这红英也是，把什么事儿都揽自己身上去。那当初捐款的时候是。 咱大伙不都自己同意的吗？不都是吗？他那个脾气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恨不得全天底下的人都是他的大恩人，生怕对不起谁。不过吧，也不用怕，不是有那个金根跟着他的吗？啊，还有金根呢？对。 笑得起来你！
好吃啊，好久都没吃你做的泡菜了，手艺有长进。嗯，别逗我了，我知道你是怕我着急，我不着急。我既然来了，我就得好好的找，慢慢的找。真没看出来，你还真有股子倔劲儿。 那怎么了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，我不也这么过来了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他们，他们就是钻进了地缝里，我也要把他们给救出来。行啊，我都快不认识你，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你。来，吃点。 老师您好，请问您是美术老师吗？太好了，看看行吗？眉毛好像重了一点。哦，那好吧，我来改一下。 现在行吗？像，就是他。像，你可真行，能想出这个办法。哎呀，我当初被骗的时候，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，现在就看运气了。累不累？不累，还真像。 这些年，你可真没白出去，见了很多世面。是见了不少世面，也吃了不少亏啊。现在回来，等你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咱们也老了。老什么呀？不老，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我要把这个泡菜厂做起来，我要把我的泡菜卖到市里，卖到省里去。 让更多的人吃上我的泡菜。行啊，你现在的变化真是太大了。我觉得就是天塌下来，也压不垮你。苦日子过多了，也就不觉得苦了。日子总得过，多想想好事儿，也就这么过去了。你说呢？是啊，有你这股子劲儿。 这些年。
我也有过不去的时候，想过一了百了。可儿子这么小，我走了他怎么办？他怎么活呀？日子总得过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当初被人骗的时候，我也想死。可是我越想越生气，就算是死，也得把骗我那个人找到，先打他一顿再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光想着打他，不想死了。是啊，活着多好。地下凉不凉？啊，不冷，比走廊上强多了，一点风都没有。要不你上来，我睡地下。啊，就这么睡吧，怎么说我身体比你好，睡吧。大姐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啊，大婶啊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啊。同志您好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啊，对，您仔细看看，您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啊，别着急，我们再去找啊。同志您好，您看看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不然你再好好看看。真的没有。走吧。这么找下去能行吗？没办法，不这么找还能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俩分开吧，这样的话几率会大一点，你说呢？几率大是大，可我觉得不行。哎，你就算找到他们，你也抓不住啊。我打110啊，警察同志不是说了吗？打110。这也行。哎，你要是找到他们，你可千万别自己动手，一定要马上报警，啊。另外。每天下午5点之前必须回到招待所。行，你也一样。哎，大哥，真说你去的那个县呀，太远了吧？这不远点行吗？近了，如果他们听过咱们的事儿，那不进村就被抓着。说你他妈是害我还是怎么着？啊！上回就穿这样的鞋，磨得我满脚都是泡。你他妈的怎么这回买一模一样的了？啊！拿来。啊，拿什么呀？车票。大哥，我忘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忘了？你他妈是猪脑子，啊！我这就去买。等等，
收拾东西，咱们一块去。收拾东西。这个太及时了，我们正在宾馆、旅店和车站进行排查，有了他，我们一定会很快抓住他。谢谢您了，警察同志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大哥，买到了，今天晚上的。好极了，走，咱们走。呀，怎么是你们？这么巧。我们办点业务。哦，哎呀，别提了，这段时间可是把我忙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入股大会这么一开，前村后村的人都来了，都要来入股。我左等你们，右等你们，你们也不来，我就替你们做主，把钱都给收了。比咱们村的钱啊，可多多了。你这大老远的到县城干什么呀？哦，那什么，老憨知道吗？就那个胖乎乎的，说话那个，他们家有个有钱的人在这儿，他呢想多入点股，然后呢多分点，就劝他的亲戚入股，我呢就为这事儿来的。他那亲戚真是太有钱了，一下子给了这个数，都在这儿呢。是这样，不过梁厂长，咱们办厂的目的是为了村里人啊富裕起来。他既然有钱了，再入股好像意思不大了，你说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你说钱越多当然越好啊，是吧？这放在银行里吃利息，对吧？你这是要回去吧？不回去了，碰上你们了，我今天高兴。我请你们吃饭去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有事儿。哎呀，饭肯定是要吃的。走，兄弟们，走。我们真的有事儿。文英，文英。红英，来，李老师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好，梁厂长太客气了吧？哎呦，应该的。
你慢慢点着。梁厂长，我们说点事儿，马上过来啊。行。大哥，咱们又不差这一顿饭，别被这小娘们给算计了。你说什么算计？啊？就他那样，能算计我什么呀？他要是万一设套害咱们呢？你看那样子有什么心眼儿？下什么套？他无非想趁着酒劲儿跟咱们再谈投资的事。你甭管他，找个机会把他包里的钱拿走，咱们就撤。大哥，咱不能不防啊。小子，你还真把你哥当成傻子了啊？放心吧，来开吃吧，别客气。好，吃吧。动筷子。好。怎么样啊？不错，味道挺好。好好来来来，我自己来，你们看看。梁厂长，哎，今儿破费了，啊？哪里，应该的。呀，我怎么忘了上酒了呢？这女人在外办事就是不行。老板，上酒。酒就算了吧。哎，无酒不成席，哪能不喝酒呢？我看还是算了。你看这菜都吃完了。那不行，今天这酒啊，必须得喝。谁要是不喝，甭想离开这儿。上酒。做了这么一件好事，村里的人感谢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谁最感谢你？我，梁红英。因为你，我从一个麻雀变成了凤凰。干了！多了，你看看，高兴。你看，这可都是钱呢。来，李老师，干了，干了。来，兄弟，来。
哎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嗯，你到底有多少钱呢？不说是吧？没事儿，你别介意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，就是有钱，也不说自己有钱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说对了。<笑>哎呀，怎么说呢，梁厂长，这钱对我来说呀，身外之物啊。<笑> 我清醒得很。二，五，六，六，红英，红英，红英。 喜欢我吗？啊，不，你带我走吧。我知道你有钱，大把大把的钱，我喜欢呢，你就带我走吧。你看这，梁厂长，你看这，这有点突然，不是？啊，不突然。 梁厂长，我看，今儿不走了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你就带我走吧，不想再留在这儿了，我不想再受这个苦了。你看，梁厂长，你看你人长得漂亮，这性格呢又好，啊，你看你。
我的。我的，喂，110了，有人在新农饭店闹事。他妈给谁打电话？啊，你给谁打电话？是你打的？你给谁打的？啊！我哪来的？你给谁打电话？告诉我，大哥，假的！你他妈这个臭娘们，你敢耍我？找回来了，一分不少，都在这里头了。都找回来了。红英啊，你可真行啊，红英。我说嘛，我就信着你了吧，红英。你这头好点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这头可结实了，你看。哎呦，红英别疼。红英，哎，我那块地也给找回来了。放心吧，是你的，跑不了。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，我可怎么感谢你啊？哎呦，婶儿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差一点对不住你。现在钱找回来了，比什么都强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一会儿呢，大家伙都去泡菜场的院子。哦，记住把那手续都带上。我会把大家伙的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们。虽然我们是上当受骗的，但这件事情还是给了我启发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把这个泡菜场做起来呢？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把这个泡菜场做大做强呢？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我们的泡菜就不能送到市里、省城里去呢？是不是？我有这个信心。要退的钱，你要退可以拿回去。想留下来的呢，我算你们入股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钱啊，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。而且就像滚汤圆似的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多，最后变成这么多、这么大。我入股。入股。红英。我也入股，嘉琴，我们也不退，不退了，我们留下，对，我们都留下，你是不是？好，你们就是我的股东了。你们俩现在是大英雄了，
给你们带上红花，表示奖励。我们给大英雄鼓掌。我怎么看他俩怎么像要结婚呢？瞎说什么？好了，笑归笑，闹归闹。我今天在这儿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。这次去抓这几个骗子，我发现金根变了，没白出去这些年。到底是变成了一个有主意、有胆量的人。原先这个泡菜厂啊，是我拿它来养家糊口的作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家伙的钱都进来了。既然我们想把这个泡菜厂做大做强，那太需要像金根这样的人了。所以我决定，把这个泡菜厂厂长的位置，让他来做。他一定做得比我好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厂长还在你来做，我可代替不了你的位置。这真的不行，不行。你可以的。这样吧，我来出个主意。这个泡菜厂的厂长啊，还是红英来当，金根呢，就做我们泡菜厂的副厂长，怎么样？厂长啊，哎，这位是梁厂长，这位是刘副厂长。刘厂长，刘副厂长，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对我的信任。我也没什么说的，我一定配合梁厂长好好干。翻面了，赶紧回家吃饭吧。今儿我娘过生日，你可别来晚了。你来许愿了？对呀。你许的什么愿？不告诉你。哎呀，你告诉我吧。我怕说了你会不高兴。不会的，说吧。我想让你娘当我娘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让你娘和我爹成亲。那我爹怎么办啊？其实，我也知道我爹不想要我们了，走这么多年都没信儿。但就是因为这样才难办，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还有，他毕竟是我爹呀，心里还是放不下。哎呦，我都说了你会不高兴，还非得让我说。哎，三弟。好多菜呢，这来了最后一道菜。哎呦，这道菜真漂亮啊！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呀，看把咱们老寿星给忙的。那没办法，谁让他做饭好吃啊？我呀，只是借了这么一个机会，让大家过来聚一聚。婶子，生日快乐！哦，好。娘，生日快乐！好，生日快乐！来，咱们一块儿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来。生日快乐！好，快乐一年老一年哦。红英啊，你这么说，那不是把咱娘也说老了吗？婶子，你心里面什么都不想，就想着大头是吧？大头，大头。不，大头娘心里的大头啊，早就变成于海生了。嘿嘿嘿嘿，来吃菜，太好吃哎！来吃吃，那是我娘做的菜，天下无敌。来吃。